大家好，我是不是罗森的合伙人何子轩。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幼托中心投资机会，就在高教育需求的墨尔本西部 Point Cook， 一个蓝筹全国连锁幼托企业 Guardian 幼托中心。它的地址是11号 Bensonhurst Parade Point Cook Melbourne。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区 Point Cook， 您肯定知道 Box Hill 是环聚基地，那么您是否知道 Point Cook 这个区也是呢？它属于 City of Wyndham， 这里76%的人口是有孩子的家庭，所以对于优质幼托服务的需求是会只增不减的。所以说这处投资物业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处物业与领先连锁儿童幼教企业 Guardian 签订了长达14年的禁租约，可续约至2043年，每年的收入超过50万澳元，并且每年有3%的固定租金增长。作为行业翘楚， Guardian 全国拥有152家连锁幼托中心，实力雄厚，为这处物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。对了，再补充多一个加分点，这个幼托中心拥有154个幼托学位，以高入住率和大量候补名单而著称。住处占地2870平米的优质转角地块，曝光度也是清晰可见的，而且交通和生活设施非常方便，临近三大购物中心，距离主路也仅有几步之遥。11号 Bensonhurst Parade Point Cook Melbourne， 这个物业将通过意向书的方式出售，截止时间是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下午3点。假如您正在考虑教育型的投资物业，那么这处充满潜力的儿童幼教中心，并能满足您的需求。